有粉丝艾特我，让我给艾米买麦芽糖捏捏乐，那这给他买了两款，说明天拆，这个家伙不同意。我必须现在拆完睡觉。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就要拆。12:21了，明天还要上学。哎呀，我肯定能起得来，先拆这个盒子。哇，你给我买的是粉色和紫色的耶，好漂亮。嗯。哇。哇，真的跟麦芽糖一样，手感好舒服呀。这儿不破吗？这儿不破，它是那种非牛顿液体，你弱它就弱，你强它就它则强。闪光版，我一共买了两款，这一款就是这个流沙的，摸在手里这种感觉说实话挺舒服的，挺解压的，我捏着都不想松手了。妈妈，嗯，看下一个，挺好看的，都入迷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下一个了。哇，两个，这个怎么比之前那个小啊？怎么这么小啊？你这个买的是几块钱一个呀？两块啊。这跟大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嘛，比大的捏的还软一点，就感觉像是里面的那个麦芽糖被人家捏掉了一样。这个手感没有这个好。这个手感摸在手里饱满一些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厚实。买的这个小的呢，刚打开就已经破了，这里面已经漏了。别玩了，那你就剪开看看它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行，满足一下我们大家的好奇心。很早之前都有这种想法了，只是一直都无法满足，现在来吧。哇，看你，嗯，哇，好重的胶水味儿。对，里面好像就是麦芽糖还有胶水，搅一下看看是不是麦芽糖。哦，真的真的是啊，可以。我没有你们搅的好，因为你是会玩，我不会玩。我来搅。行，你来搅。但是这个一搅它就没有那个皮子的味道了。对，刚刚一打开很重的胶水味，它会变色。哎，现在就越搅它越白了。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，我发现这麦芽糖捏捏里面根本不是麦芽糖，里面是人工糖精，还有那个色素胶。对，所以第二，哦，啊，爆了。嗯，快点洗手。这两个已经废了，买回来还没一分钟，他就跟我们永远的说再见了。别玩了，别弄到手上了。行，我玩我这两个厚实的。行了吧，啊，是不是可以睡觉了？嗯，可以了。啊，你知道现在几点钟了吗？嗯，你打开手机看看。啊，是吧？拜拜，晚安。你跟个热蚂蚁一样的。